教你一个球看懂双打跑位，接发切中腰，举拍抓直线，对手挡中路，搭档来补位，挑球到斜线，防守平行站，接杀分对角，对手追着跑，对手攻斜线，抽球寻反击，对手反手位，主动抓过度，向高点投放，或是起高球，主动攻对角，搭档正手锋，对面下手球，再次抓过度，平推直线位，举拍正手锋，对手挡中腰，正手去拦掉，对手拨对角，回重复落点，抓掉球过度，推压反手位，欧式量过度，推条来调动，对手攻中路，回挡反手位，对手推反手，被动起高球，对手攻直线，借力抽斜线，跟进抓过度，推压反手位，搭档再跟进，推斜线空挡，对手丢重心，跟进抓直线，拿到上手球，假推变真放，对手节奏乱，封网定地板，与搭档太强，赢球全靠他。再看一遍。